火爆炒新香料，加入龙胆石斑拌炒，就是咸香入味的港式创意美食。还有不断以热油浇淋外皮的特制脆皮鸡，肉嫩皮脆多汁。餐厅卖美食也要卖贴心服务。那现在为您服务的是牛板腱，不但帮你涮肉，还有专人剥虾。汉兰美食旗下包括海鲜火锅、港式餐厅，还有汤包日本料理四间餐厅重新改装。下半年还会在北中南展三间新店，看好后疫情时代的商机。28号股价成交价来到138.1元，六月营收也创二月以来的单月新高。投入的金额也比较大，大概是接近1亿元的一个整修的金额。所幸国内的疫情都已经趋缓，然后也慢慢的就是客人会回流。看准后疫情商机的还有福华饭店，自助餐厅砸重金整修，从二月份疫情爆发开始，刚好整修装潢到7月10号重新营业。看看汉兰美食整修3个多月花上亿元经费，福华自助餐也历经5个多月用3000万打造全新风格，还有老字号国宾饭店从餐厅到停车场投入上千万，前后整修3个月。刚好因暑假，对，那所以其实就吸引到蛮多客人来做来尝鲜。那其实来客数的话，大概有成长大概3成以上。业者趁疫情期间做好整修，毕竟后疫情时代加上暑假旺季，现在要卯足全力抢商机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黄家平高雄报道。